那您是从小就有当这个演员的这个梦想吗？还是特别偶然的一机会？因为我自幼习武，然后我有一个师哥呢，在这个圈里呢是当这个武行，有一天就叫我去玩去了。后来我师哥说，今儿少一人，一会儿啊，有一个站这个墙上，一掉毛啊摔这筐里的，你给我来一下成不成？我说成啊，没问题啊，就站在墙上，一掉毛，咣在筐里。拍完了临了我走时候，那我师哥我回去了，说你等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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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从兜里掏出50块钱，我说这是什么回事啊？说就刚你这个给你50块钱，我哟，你说当时那会儿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在已经在实习工作了，我一个月是124.6元，哎呦，那这一下挣得多了，50这就这一掉毛啊，半个月工资出来了，哎呦。哎，我说师哥，你这挺好。我说那个，我师哥回头没事啊，我说你就叫我来啊。后来就怎么就第二次去就是现代戏，现代戏呢，你说没有什么打的，但是有流氓啊。您能找着那一个流氓的那感觉？流氓那感觉，这我得跟他学。是啊。哎呀，我以为毛老师那流氓的感觉说来就来，激发他这个得找一个漂亮的、年轻的，对吧？哎，对吧？您觉得我怎么样？要是流氓要截你呀、啊！哎，我真是，真太不开眼了，是吧？等会儿我给他捯饬捯饬。导演，来，把我那丝巾拿上来。不是，主要我怕把你发型破坏了，可以？哎呦，他那发型，哎呀，这破坏了，等于重新给他弄了一次。行吧，你最后你得给我制服了。对呀、啊，我怎么给您制服了？噔儿里边儿，哎呀，天真不错。哟，妹妹，你把谁呢？哎。不是，别伸手，不伸，哥哥请你看电影去。谁跟你看电影？不是你，反正在这等半天，人也没人要你，走，跟哥哥看电影。你干嘛？谁说没人要？哎，不是你怎么的？哎，你让我动手是吗？干嘛？你还要干嘛？走不走？你还要动手？怎么了？你走不走？别动手！精彩了，惹我们天津姑娘就这个下场。哎呀，这当时就因为这个，实际上就是挨打的这么一个流氓。对，但是这会儿就让一个老武行的头看见了，哎，觉得这孩子还不错，身手挺灵活的，你跟着我干呗。按月给你钱，1月3500。3500。当时您是100多是吧？你这瞬间懵了。妈耶，3500，这多少钱呀？哪年呀？1992年呀。92，哎呦，我有92年三千五，不得了，真是。瞬间就把工作辞了，背着我爹妈。也没敢告诉。没敢告诉。我看到有一张照片，这应该是在片场，一般只有在片场这么吃饭。哎呦，对，你看看。对。哎呦，看着好可怜，好心酸呀。其实当时的我没觉得辛苦。还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？不是就觉得你看看，这谁谁谁，我给谁替？你像吴耀汉，我给吴耀汉当替身去了。对，就觉得出去，哎呦，吴耀汉这著名香港影星啊，李连杰，哎呦，你给他，对，李连杰一露脸，那36角是我挨的。真的呀，也是有成就感。